我叫维轩，来自台湾高雄的。我觉得大家都很热情，然后就都是像是朋友一样，都很热情跟我们介绍一些文化历史，然后还有一些料理，对啊，他们的由来啊，然后背后的一些文化。这个云间，我觉得它做工非常精细，这是刚刚老师花两三首歌的时间就剪出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惊艳，就是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剪出如此精巧的云间。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香囊吧，我们刚刚好像在中药堂那边，然后小姐姐他们很热情的招呼我们做一个香囊，就可以带回去，她说可以就是解晕。哦，我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要去平遥古城，我非常喜欢这些有文化历史的街道，然后非常期待能够在那边可以穿汉服。我比较喜欢那种宫廷剧，像是之前比较火的后宫甄嬛传，我们现在跟朋友之间聊天也都会拿后宫甄嬛传的梗来就是讲话这样子。